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Loud to Ultimate。 今天呢，我们来玩我们的饥饿龙啊！看到这个饥饿龙的游戏画面就知道了，我们就更新了哈。这个饥饿龙呢，据观众的这个分享啊，他说老头饥饿龙更新了，多了两只新东西。于是呢，老头好奇啊，所以就进来看一下。那么老头刚刚我稍微进来看一下哈，这个商店这个之后再说啊，有需要再买。进来看的时候发现奇怪，怎么没有哦？原来它出现在左下角啦。那左下角有什么巫婆实验室哦，像秘实验室之类的。然后呢，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有两只龙哦。然后它这一次的龙好像很特别哦，好像它这一次的龙是需要靠金色的钉弹的碎片来做升级的动作的样子吧？哦，好像是的样子吧。然后这边总共有两只，一只电龙，一只我们的机械兽。好，他们写哥布林制造机械兽载了高射速的格林机啊，冲刺可以发射啊，什么发射机。然后呢，你会看到这边需要金色碎片才可以升级哈，我不知道是不是用碎片升级啊。总而言之呢，就先买来试试看好了，好不好？反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现在有200颗。再加上25个金属碎片啊，不是金钉弹碎片，好不好？我们来看看吧。来，买了。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根本就是在坑钱啊，坑爆啦！我靠，金弹碎片的大哥，加生命，加速度。哇，升一级要25啊，大哥啊！除了机攻击再发射飞弹啊，然后到了升到这边之后呢，可以炸弹攻击，然后升到这边呢，可以使用你的迷你炮无人机攻击。哇，这个120哎，哎呀，全部升完总共要多少啊？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总共要420 250，要500个金弹碎片才可以升满，升满就算了。我看一下哦，升一次加一格，1 2 3 4 5 6 7 8 9，这算不算啊？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30乘以25多少？3 5 15 3 2 6 750这个碎片，金弹碎片你要怎么获得？你要用这个东西抽这个蛋蛋来获得。哇塞，哇，没有钱啊，完了，我们也没有钱买这个了。算了，没关系，我们先来试玩一下传奇任务哦。还好，打刷这些传奇任务呢，我们还可以拿到金弹碎片，我们可以不用担心了，太棒了。我不知道地图有没有换新的了，还是说这地图是沿用旧啊？果然是沿用旧的，哭哭了。哇，发出激光来了。完了，这 N 龙才可以咬。哇，我觉得这只好烂啊！哈哈哈哈！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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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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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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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哩嘞！哇，这个要很浓呢。老头的那个美国时间浓这么多啊？对啊，浓不完吧？还有什么？而且这个龙的话，怎么讲？龙到后面你会变成大型的，最大型的恐龙，才可以去突破其他地方，跟之前一样。然后呢，会多什么飞弹啊、无人机攻击啊，可以再多带几只宠物啊。好，我们现在这个状况是连宠物都不能带的情况啊，非常的小尴尬。好吧，那我们也只能听天由命了。真的，这些都不能吃，好讨厌啊！而且怎么感觉因为是 S 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吃这个烈焰奔腾的速度好慢哦，超慢的，加好少哦。
QQ， 哥布林机器龙，快点啦、啊，让我奔腾一下啊！不知道这次奔腾会长什么样子啊，好好奇哦。哎、欸，我居然莫名其妙，我的这个韩古林快要吃完了。韩古林，来看一下，我们差两个。算了，不管了。哇，怎么这样子？累格，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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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快死了，不是吧？别啊，别啊，给我吃一点，撑一点，我烈焰奔腾。No。啊，自爆，没关系啊。不过好像没有拿到什么金蛋碎片的任务项目就是了。哆伦哆，哇！那边的哥布林跳下来，在那边很帅气哦。啊，完了，这个浓到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挺浓的。哎、欸，我们可以带吗？啊，最少可以带两只啊，那还好啊。不过我觉得他一直不断的出这些新龙，没有什么又不换新地图，这到底在干嘛？啊！你又不换新地图，你到底想干什么？我真的觉得你不换新地图这样子，实在是感觉只是为了赚钱。对啊，来一张新地图好不好？给一张新图，这样才不会太枯燥乏味啊。不然的话，这样下去哦，真的会玩腻啊。那个图都长一样，而且有些虫不能吃，我快死了。What the fuck？ 林北现在只能吃小虫虫哦，要 end 龙才可以进去。完了，我被困在这里了，很尴尬。而且他的那个冲刺变成名字变成叫弹药，直接叫弹药了啦。哇！快吃快吃，快死了快死了！完了完了，我要饿死了。哎、欸，真的有点不太行啊！飞没几下就挂掉了，完蛋了！快点，快点，快点，撑着点，撑着点！最起码让我奔腾一下嘛！为什么会撞到那种东西呢？奔腾一二五，快！奔腾一二五，冲啊！快点，补血，补血，补血！快点，快点！有没有辣椒的？给我吃一个辣椒。林北叫终极烈焰奔腾了，快过来，快快！不要吝啬啊！哇，到现在还没看到。咬，吃了牛。哦，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地方啊，有了。哎呀，可恶，还没加满哦。我们现在在这边是那个恶魔领，不是恶魔领地，巫婆领地。哎，好快死了！快再多撑一回，再多撑一回，这里加太少了吧？巫婆，我靠，我都把他弄掉了，我怎么抢？我居然开枪可以把他射死！任务完成，哎呀，不错，拿到一个金蛋碎片，可以啦。快点，快快快，多吃一点，多吃一点。我快要可以冲刺啦，就为了这一冲啦。啊，愤怒！哇，林北记很久啦。哇，这是哪里啊？哇！哦哈哈哈！哇，生七七！哇，这是我的青蛙！哎，干笑死！终于发泄完毕，太棒了！已发泄结束，我死而无憾，林北死而无憾了。啊靠！要真被炸死了，好不好？算了。好吧，这就是我们的龙哦，这新的龙，这个是叫龙吗？那哥布林骑着
机械龙吧？这叫什么名字啊？都对我有点忘记了啊！机械兽，好，机械兽，好吧，这是我们的机械兽，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哦。然后呢，它需要用成长的方式呢，才会让自己越来越强。啊，其实并不是老头所乐见的一个啊一个更新哦，因为呢，这都是要靠时间去堆叠啊。我倒是比较喜欢他以前的那种升级的方式，真的会比较好，我是这么觉得啦。好吧，那么今天影片先到这里结束啦。如果喜欢影片呢，记得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个小块下方留言，或者是也可以去我的 NoNo Life 按个追随。感谢各位收看，我是老头，我们下一次再见面了，拜拜。